Come on, hang on. Thank you.
记者，请你帮我把这张照片交给我未婚妻。 张大人，你还在想你的未婚妻？不用急，我还可以利用什么条件？刺杀淮北特勤处处长陈彪，刺杀陈彪？我不去，为什么呢？他的特勤处是有名的杀人组织，我去也是纵火。那你放心，这次他到东乡会见日本人，随从很少。他到东乡？嗯。 那我更不去。我听过你的事迹，还以为你是一位英雄好汉。那不同，工头扣我们工人的工钱，我失手杀了他，我一个人抵罪。杀了陈彪，全东乡的乡民都会被我连累。陈彪不出，东乡人的生命也没有保障。再说了，我不去。张大人，我替你可惜。 是南方派来的奸细。哦，哼，他们果然知道我来到此地。梁贺，嗯，吩咐下去，从明天开始，没有本处通行证，一概不准出入本乡。是，处长，大帅有命令下来，向日本购买军火的款项，要由我们负责。你去帮王天川向郑明催缴。 什么地方？放心，你还没死。你是谁？我姓董，董子安。是你救了我，谢了。张大人，你到哪儿去？回东乡。 你跟着我干什么？听说你是个讲义气的汉子，我救了你一命，你欠我的人情，有话请直说，不必拐弯抹角。待我进入东乡，刺杀陈彪。原来你跟王玉长串通好，抱歉，我不去。哎，你欠我一条命，那是你救错人了。嗯，滚！ 张大玉，你是一个不讲义气的汉子。我是不愿意人家设圈套让我跳，我不要你帮我杀陈彪。
我只要你带我进入东乡，不用我带，谁都可以进入东乡。陈彪已经封锁了东乡，陌生人根本进不去。抱歉，如果我带你进去，会害了东乡乡民。张大月，你是个懦弱汉子，我看不起你。 朋友，算我欠你一条命。 这样再交下去，日子怎么过呢？孩子，这有什么办法呢？豺狼当道，再苦我们也得忍受下去了。嗯，郭家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葛福星。嗯，怎么这么少？王队长，我们家只有这么一点啊。 妈的！没粮！哎呦！你疼啊！你疼！不要打了！叫他们不要打了！你是本乡土生土长的，你应该在处长面前。 替我们说说好话呀！嗯，陈老头，当初我偷了一只鸡，你们就把我当强盗审判，那时候你怎么不帮我说说话呢？王天川，妈的，王天川是你叫的？告诉你，我现在我是王队长，王队长，天哪！哎呀呀！哎呀！你！ 王队长，嗯，陈老弟，你先回去吧。李会长，要认带一件啊。嗯，哎，走。王队长，你怎么老打人呢？陈老爹他说的话没有错，你是应该替我们大伙说说话的。焦亮是处长的命令。 谁都不能更改，王队长，你是处长的心腹，我相信只要你肯替我们大家说话，陈处长呢一定会改变心意的。李庆堂，你话里带刺儿，当心我把你的醒狮武术会给你砸了！高队长，你什么东西？骂的，骂我！放开！哎呀！ 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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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李会长，我一向尊重会务的朋友，希望你能跟我合作，劝导乡民交粮纳税，否则不要怪我陈彪手下无德，这猛于虎，强迫百姓交纳重税，当然百姓不服。走。 王天川，各位，各位，来来来，大家请坐下来。各位，我知道你们的心情，我也了解诸位对军阀的痛恨，但是。 我们的力量太弱了，为了东乡，我们只有忍耐，等候时机。师傅，再等下去就会被那些王八羔子给逼死了。既然早晚都是死，不如咱们豁出去干，杀一个是一个，军官不知道老本，杀死他们十个，也抵不过你们一个。我平常教导你们，要练到忍字。 你们这样做是莽汉，不是英雄。不到万不得已，不要轻举妄动。等到北伐军来了，我们多的是机会。师傅，等北伐军来了，我们非宰掉那些龟孙都不可。嗯。把包袱拿出来。 通行证，我是本乡人，从外地回来，没有通行证。不管你是谁，没有通行证就是不许进去。走，走吧。他妈耍狠，找错地方了。 本地人，几年以前出外谋生，他没有通行证，不能进乡里游子归乡，怎么可以不让人家进来？这是处长的命令，万一出了事，我十条命也不够赔呀！出事由我负责。哼，他妈！大月，你回来的正好，方姑每天都惦着你。
这次回来我不会再走了，县城，武馆还开着吧？开是开了，但是没有以前那么有朝气。大月，你快回去吧，我还得去劝乡民交粮，有空我会来找你。 那我先回去了。好，长姑，长姑，你是不是在想大月？ 早就不想了，我只是替大伙儿担心。三天两头的交粮，人都要被逼死了。老天爷如果有眼，那些北洋军阀会有的报应啊！谁呀？我，好像是大月。来了来了。哦，爹，大月。 果然是你，爹，我回来了。啊，大爷，放过，放过。哎，过来，哦，爸呀，大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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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
胆子是越来越大了，竟然敢私自放人进来，连陈处长的命令你居然都敢反抗。不错，人是我放的，不过命令也得合乎情理。那个人是东乡人，为什么不准人家还乡？再说你也认识张大月啊？他回来了，怎么，你怕了？ 我可不是从前的王天川，他的胳膊再厉害，也不敢动我一根汗毛。哼，我看你比以前更不如。哼，李庆成，你不要太放肆，当心我宰了你。杀了我，你也得不到乡民的合作。哼，不要用这个威胁我。 明天要不把梁娇琪，我就先杀几个乡民给你看看。嘿，到时候你可别后悔。王天川，你不要忘了，你也是东乡人。可是我忘不了东乡人以前给我的侮辱。走。 田川仗着陈彪的势力，到处兴风作浪，使得乡民人心惶惶，不知道什么时候灾祸会落到自己的头上。难道没有人出来替大家说话？李会长虽然力争，但是有什么用呢？大爷，有机会你带着帮姑离开这个鬼地方。张大爷，出来！
王天川，大人，你带着王部从后门先走吧，快走啊！不，我要看看王天川有什么本事把我赶走。哼，我要看看王天川有什么本事把我赶走。王天川，几年不见，你越混越发达了。哼，好说，十年风水轮流转，也该我姓王的发发迹了。 你有什么指教？听说你没有通行证就进来了，回乡还要通行证，我可第一次听说。东乡可不像从前，不能让你来去自由。我要来，没人能阻挡我；要走，也没人能留我。大人，姓张的，你既然回来了，就该守点规矩。 否则的话，不要怪我姓王的黏腻出去。姓王的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，惹毛了，谁也别想好过。好，咱们骑驴看唱本，走着瞧。哎，走。大爷，你这下祸可闯大了。我看你还是赶快带着方姑离开这鬼地方。放心。 他们忙着跟日本人打交道，暂时不会找我们麻烦。林川，你是越混越回头了。日本人后勤就到，你不把钱凑齐了，竟跟别人算什么旧账？报告处长，姓张的那个小子，以前在镇上一向获得镇民的敬爱，而且他的功夫也很扎手。 我是怕误了咱们的大事。只要他一家，只要他不是南方派来的人，等买了军货之后，再好好卖门收拾他。你还记得咱们以前下小船出海捕鱼的事？记得。为了捉鲨鱼，我差点掉下来，幸亏你救了我。一晃就三四年了，大人，我今天找你来有点事想跟你商量。什么事？刺杀陈彪。啊，我知道很困难，但是如果我们两个人能使陈彪落单，我想。 不会有问题的。你跟南方有没有关系？没有。那你为什么要刺杀陈彪？如果粮食明天不交齐，乡民们就会遭殃。他是在威胁你，你不愿意刺杀陈彪。杀了他，乡民更活不了。粮食明天不交齐，他真的会下毒手。他只会杀几个人示威，绝不会对付整个乡民的。不管是谁，命都是一样的。不用说了，我不会干。 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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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笑过，也很少说话，是不是有什么心事？没有，你不要吓人。既然没有，那你一定是不高兴看见我，说不定你在想别人。方姑，相信我，我斗胆创美，没有一颗忘记过。谁相信你？半年多了。 你相信也没戏了。你看，他每天都没离开过我。 方姑小姐，这位是我南方的一位朋友。大爷，请人家到家里坐坐，我先回去沏茶啊。嗯
有这么好的如花美眷，难怪你不肯冒险。哎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嗯，我是冲进来的，却在无意中碰到你。哼，你又找上我了。张大月，我总得向你要回你欠我的人情。你有把握让我还？哼，我想你不至于坏到这种地步。 错，为什么抓到人？处长，那人功夫实在厉害。我们马明就会救，我告诉你们，翻遍了每一寸土地，你们要把人抓回来。走。走。走。 哎，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没有，没有。走，打住！走，走，没有，走。 不要，走。嗯，他们现在一定在全力的搜查我。你暂时在我这里躲一躲，他们抓不到你。 张大月，咱们旧话重提。你要是不帮我，我就把你坐牢的事。东子，如果你说出我坐牢的事，小心我把你叫到陈彪那儿去。你帮我刺杀陈彪，我就不告诉他。你在威胁我，我只问你帮不帮我忙。你说烂了嘴，我也不会帮你的。 快点，快点，叫大爷他们躲一躲。快点，快点！来了，来了！王队长，你进来。来，王队长。大爷，我听说他们来了。兄弟。 听你的，嗯。哎，说说。张大爷，今儿偷渡姓姜的人是不是藏在你这儿？王天顺，哼，狗改不了吃屎，你永远学不会礼貌。人怎么会在我这里？张大爷，你一回来就有人偷渡入乡。 姓张的，我随时会盯着你。走。
人抓到了，姓雷的，你去告诉乡民，谁敢窝藏人犯，谁就别想活命。记住，粮税明天一定要交齐，还有，要召集乡民去修理砖窑厂，否则的话，有你的好看。走。 靠不住，盯着他。师傅，我跟你去。大哥的，这一去我凶多吉少。 明天粮税不交齐，他们不会放过我的。只要先刺杀陈彪，东乡才会暂时的安宁。陈彪今天视察荒废的砖厂，带的手下一定不多，这是一个好机会。师傅，你总是要有个帮手，你去了也是白赔一条命。大个子。 要把这个砖厂修好，顺便搭个瞭望台派人看守，以防有人破坏。是啊。李经常，出来吧。李经常，你出来吧。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。 快出来！陈彪，你欺压百姓，今天我要为民除害。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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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Yeah.
大哥吧，要想活命，得照着我的吩咐去做。你做梦！嗯，再一个给他看看。 大哥吧，说，张满月到哪里去了？我不知道。我不相信你是铁打的，说不说？说不说？说说，你说说你，说说。啊！
南方的人知道你来，想在火车站刺杀他们，还好，我早有准备。他是我手下的凶手，捉到了没有？凶手逃了。不过，我一定要抓到他。凶手捉到了，一定交给我宰了他。你的任务完成多少？大帅很信任我。 军政大权，我可以随时掌握。只不过，南方的军队太厉害了，我们需要大批的军火。你要的军火，明天会到。我希望你尽速阻止南方的军队掌握实权。我们大日本皇军就会支持你到底。当我有得势的一天，我却忘不了大日本对我的恩惠。你得到了江山。 大日本一定会支持你到底的。你为什么要救我？ 说句老实话，我并不希望你去送死。你能够抛弃成见，冒着生命的危险跑来救我，你总算是个有血性的汉子。不要这么说，我承认以前我的想法有偏差，在军阀统治下。 百姓拥有无法过安居乐业的生活，军阀不除，国家难以统一。据我们所得到的情报，陈彪与日本人有秘密协定，不除去他们，祸患无穷。原来陈彪另有一心，我以前太自私了。日本人运军火的船明天早上才会到，咱们要利用日本代表来接船的时候。 先将他干掉，陈彪一落单，也许我们还有机会。只要有机会，就能拼了美国。 Ah!
Thank you.
我为你做好了后事。天啊！天啊！